为了推广在地农特产品，福兴乡农会特别举办在地食材煮食推广活动，邀请彰化县观光餐饮推广协会总干事来现场教学，让婆婆妈妈学习到更加多好食料理。将福兴当地特产的食材放在料理里面，让大家拢能品尝到这农特产的美味。为了推广福兴乡在地农特产，福兴乡农会特别邀请彰化县观光餐饮推广协会总干事来现场教学示范，让大家学习透过这些食材，知影能做出什么款的美味料理。福兴乡农会就是办一个在地食材烹饪推广的一个课程，那请我来这边上，就是希望把我们在地福兴乡的一个在地食材，像我们的地瓜，然后我们的在地的牛奶，然后在地的茯苓刀，然后去把它结合在便当里面，像我们就把茯苓刀跟地瓜去把它跟豌豆仁去结合成我们的其中一道菜肴，那就要把它做成一个茯苓刀的一个杨桃，那再用我们的一个在地的鲜奶，然后跟在地的西部海岸的一个蚵仔，然后把它结合，就是蚵仔炒鲜奶，然后把它入菜肴，那包含我们所谓的那个在地的一些蔬菜啊，然后把它糯米地瓜糙米，然后做成一个比较养生的一个主食的饭，然后是这样去让这些学员，就是农会的学员，可以在家也可以把我们在地福兴的农特产品，然后把它运用到每天的生活料理里面去。活动中，班员是学到真多，大家拢学习满满。很好啊，我学会做面包啊，然后做沙拉，然后做汤啊，颜色的搭配啊，啊，怎么吃得更健康啊？增加我们大家对菜色啊，还有那个食材认识，还有我们煮的不一样的口味，对，增加我们更上一层楼，烹饪的技术啊。透过这推广活动，让大家品尝到福兴当地农特产的美味，也让更多人了解到福兴农特产的特色。新彰化新闻蔡中青福兴采访报道。